有两个东西，我们年年都可以如此。一个是真酒，一个是基地城。有许多人以为真酒是多别人的酒名，你要看别人的酒名再去多，你就不打不了。更有人说基地城是大地方酒名。上大雁后下大雁，左右两肋并中心，上比下也解风也，脑后一摇人。后来打的没脚面，他自己脑门上都给人家。那么这个是非常无解，他到底这针灸是干什么？针灸就是脚上画圈，然后加上打一圈，什么时间运？在打仗的啪，对方眼睛摔到对方，对方刚去侧面，找要害地方，不是凑着人家脚面的多脚面。那么基地锤为什么这样打？打地下干什么？只是意思，啪，对方摔到一个，在你面前，啪，不用再伤心，真脚，让伤心再发起，那就是在摔的，啪，摔到地上，啪。这我觉得有人接上了，接上去打那个脚面和腿帮一下，这个系统有效，太厉害了。